今天是糖果挑战第二期，然后这次就是我吃糖果，然后给他猜，然后如果他猜对了的话，有奖励吗？我奖励你一下。好，奖励，视频之后再奖励吧。然后就是，然后视频的最后有一个神秘大彩蛋，一个小福利，也就是当做就是我们10万粉丝，然后刚好又是配合到糖果挑战第二季，然后就结合糖果给大家的一个小彩蛋。然后这次我们准备了就是一些有味道的，上面写着味道的一些糖果，但是这上面这一袋只有四个糖果，所以我们另外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口味，所以一共加起来就是四个，那就是六个，加起来就是六个口味的糖果。对，这次的视频时长应该大家会很满意。这个一次只能录3分钟，所以我们会将几个视频剪在一块儿。对，就是，大家应该不介意吧？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了。就有可能会有那种剪辑的痕迹，但是绝对是就是真真实实的芒果挑这糖果挑战。然后这次的口味是可乐、柠檬、哈密瓜、香橙，然后另外两个是葡萄和水蜜桃。好了，那就请小胡闭上眼睛吧。我闭眼喽。第一个口味，可以多吃一会儿，那样子会明显一点，我就好猜一点。你就可以奖励我，如果我猜对的话。睁眼喽。葡萄味吧。猜对喽，因为这个有点明显，我个人感觉好好笑。那我们留着。好，第一个猜对了，开门红啊，是不是？棒不棒？我觉得下面的会有点难猜了，下面给你猜个难的好吗？好，那你要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闭眼了。这个拆袋子有声音，因为这个和这两个声音不一样。你干嘛？你在混淆视听吗？要睡着喽。我觉得是哈密瓜，是不是？再想想，最后一次机会。有几种口味来着？就是哈密瓜啊，不是吗？是什么？柠檬汽水啊！我把柠檬汽水吃成哈密瓜了。你要不要舔一口？的确是。我去，好，错一个喽。好吧，那就没有奖励喽，只能惩罚喽。其实惩罚和奖励都是同一个喽。好吧。好了，第三个眼睛吧。好，让我看看是哪个哈。又来了混淆视听的声音。
这个要是错的话，我就干啥呢？你就错了，这个是水蜜桃，不可能错的，是不是？水蜜桃很明显哈、哦。那我家里就吃不明显的，好，边境，感觉这也很明显。真的吗？嗯。我觉得在我店里最明显的是那个，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？哈密瓜。你先吃吗？好，增加难度啊，吃一坨火，因为这个是有点明显。哦。可乐。你知道为什么很明显吗？嗯，因为除了它之外，所有都是水果，只有它一个是不是水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么厉害的，我现在错一个哈，这么厉害的，我现在错一个哈，那我们就最后两个就二选一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闭眼了。闭眼。然后你跟我讲左边或者右边，好不好？就是你把两个举在手里，然后你让我选，好，行不行？你放好跟我说。这两边是，就是这个，我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口味。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吧，因为你在我的左边。油品。你的意思是你喜欢的口味是吗？先给你闻味道。你闻出来了吗？应该是它，我觉得。那你再验证一下吧。哈密瓜，不可能再做第二次了吧？哈密瓜。好吧，正确率还蛮高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作为一个橙子，那我们就不错喽。就不猜了，因为排除法也能排出来了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猜想惊喜大彩蛋是什么？给你们3秒钟，可以飘在那个弹幕上。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公布答案喽。嗯。跳跳糖大挑战。跳跳糖。嗯。就是，我吃一口，然后很清新。好，那在我们的口中开始跳舞，看一下是什么感觉哦。好像没尝试过呢，好像都是自己一个人吃跳跳糖，也是好久没吃跳跳糖。我听到声音了，啊，下雨喽。有一说一，这样子还蛮好吃的。好酸啊。我吃不了酸的，我没有他能吃酸。就是吃在这边，就是再这样亲，就是好奇妙。好奇妙的感觉。从你的嘴里，然后跳到你的嘴里，跳到了我的嘴里。是的，真的是这样。然后就一直在那里想，是吧？如果粉丝宝宝们有就是情侣之间的话，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。这还有蛮好玩的。这还有什么玩法？还有什么玩法？好了，不想看了。好吧，等等告诉你。好了，这次的糖果大挑战，也希望大家还算满意吧。就是希望大家也要会更喜欢我们啊什么的。然后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，看到现在了，那就给我们一键三连一下吧。对，一键三连是什么？有什么？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。分享转发吧，然后，B 站有一个那个小圆圈打赏吗？应该是转发，应该是转发。对，
那我们这次的糖果点点就和大家说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